我们旗山大沟坪的老街，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排老街，它虽然落寞了，可是我相信，我们大沟坪的居民觉得今天的场面这么热闹，他一定心里感觉不会孤单。虽然长久以来受到城局的欺负，最近来一张要拆的公文，上面城局不敢用他自己的名字盖章，是用水利局局长蔡厂长的章。因为我相信城局他心里一定知道，他是不合理、不合法来拆我们大沟坪的。他说大沟坪是违章建筑。大沟坪已经存在60年了，60年来有多少的县长、多少的镇长执政过？60年后，城局忽然发现大沟坪是违章建筑，这根本就不合理。在区域计划法实施，在民国65年实施之前，所有的房屋没有建造。没有使用执照都是合法的，他竟然用完全不合法律这个不溯及既往的原则，用水利法，我们这边不会淹水，用淹水要来拆我们大沟坪，又用违章建筑，种种不合理要来拆。然后呢，他最主要的用意、最主要的手段，对我们大沟坪的居民真的非常残忍。我们现在老人家必须靠着安眠药才能够睡觉，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我们大沟坪守下来。大沟坪守下来不是在守我们的家而已，我认为台湾的民主制度不应该是这样子。法律，陈局是口中他最喜欢讲的就是依法行政。如果说大沟坪的身份，市长觉得是违章建筑，我认为我是合法的，我们第一步应该先坐下来，要谈谈为什么他是违章建筑。为什么我觉得它是合法的？这个就是法律所讲的程序正义的问题。第一步身份的认定，我们先来谈谈看。可是第一次去开会，马上告诉我们，领导一面墙壁500块，一支条啊800块，加起7万块。明天他要来拆了，他会用。他是来拆同一户的理由。我们大沟坪是联动建筑，我们在申请文化资产保护，只要我们一申请文化资产，就有6个月的保护期。他一样不理这个法律的规定，法律的规定他违反的太多了啊！这个我们今天面对太平商场。要被拆的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要来声援他们，因为今天这个不公不义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太平商场33个住户的身上，将来你如果不去阻止他，将来也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今天来这个地方，我会跟大家一起死守这个地方，我今天不会回去了。我刚才跟镇长在那里商量，
明天大概会有十几个议员来，但是我觉得如果十几个议员的力量通通用在明天早上的时间，哎，诸位啊，在我们黄柏林黄议员也是我们高雄市党部的主委哈，等一下，我挺长就长不小哈，刚好人家说来得好不如来得巧，我就是要跟他商量，因为这段时间其实非常的重要，怎么样把我们的时间分配到这三天当中，每一个小时里面都有至少有一位民意代表跟大家在这里守候。五月的时候，我们收到政府的公文说，请六月十六之前自动拆除。六月多的时候，我们又收到政府的文说，七月十七前要拆除。为什么要两个文来？我回去看了很多次，后来我发现了诀窍。五月的文叫你六月十六，他是说地上物所有权人，请你们拆除。六月的文说七月十七之前，请你们拆除，他改变了，他叫做地上物占有权人，请你们拆除。这个才代表什么？代表政府连这些阿公阿嬷在这个地上物拥有什么权都搞不清楚的情况之下，他就要来拆。今天市政府发的新闻稿，他把我们一切大沟井之前释出的善意，好好的想要跟政府沟通，看怎么样给我们一个答复，为什么要拆，他逐一的都驳斥掉，文资法驳斥掉，治水他们说内政部警营建署没有给他们钱，他们自费处理，唯独有一个事情他没有回应，他到现在没有回应说礼拜三下午要开庭，那怎么办？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法院的书记官打给水利局，说你们承办人员是谁？我们收到两份文，上面的承办人员都是姓林的，打电话过去，林先生说这个事情不干他处理，为什么？我律师讲话要凭依据啦，我只能说我今天合理怀疑，高雄市政府认为如果我让你们拖到礼拜三，恐怕我未必能够顺利的拆，因为他担心越来越多的声援过来。